位看官，诸位看官，2018苹果在秋季新品发布会，也就是最新的网传泄露信息验证发布会，当然也是小米9全新模具发布大会上，发布了全新的 iPhone。但对于困扰网友多年的手机壳、数据线、充电宝怎么选这三个问题，苹果官方依然是没有回答。本期 Tom Free 性价比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值得选购的苹果配件。最痛心的当属苹果原装数据线，出了名的容易坏，一年不到就脱皮，识别不了手机，说多了都是泪啊，谁用谁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厂家也是绞尽脑汁，最后有厂家在华山论剑的时候推出了一根能拉动 1.5 吨汽车的数据线，亮下全场，所有因为数据线容易坏而产生的争论戛然而止。问题是它还比原装数据线便宜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再来说充电器，万年五伏一安的 iPhone 充电速度一直被果粉无情吐槽，因此不少优质的第三方充电成了果粉标配，同样的规格价格比原装要低了不少，功率和输出也是同样有保障的，而且还有 USB PD 多口充电器，能给你的 MacBook 充电，你的苹果全家桶一个充电头全部搞定，还有什么自行车。还有无线充电器，不管是立式还是卧室，都是能提升生活品质的神器，没事的时候一放就能充电，想用的时候直接拿起来就 OK， 低调优雅精密。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你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。出门必备的充电宝，更推荐大家入手 PD 快充移动电源，充满大约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，相较动辄5个小时以上的普通电源缩短了一半，虽然价格要稍贵一些，但是时间就是金钱了，老铁们。以上就是本期的苹果配件推荐，选对配件能让大家更好的享受使用产品的过程，但各种配件种类繁多，大家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筛选哦，希望大家都能选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。关注订阅 UP 主，获取更多性价比好物推荐，私信评论我，还可以教你更多优惠购买攻略哦。